大家好，我是庄浩文，今天我们来到伊曼街247号，看一座老洋房。这座房子的建造时间呢是1933年，建筑风格是巴洛克风格。因为这边街道的问题啊，我拿云台的话没有办法开广角，所以我今天就手持给大家拍摄一下这种老建筑。它是原，这是伪满洲国啊的俱乐部，可以看到这栋建筑呢非常的漂亮。而在这个伊曼街这个位置啊，很少有人来这里步行走过，都是基本开车路过，所以说很容易把这种老建筑给忽略掉了。这是它正面的位置啊，很漂亮。这个尤比·日丹诺夫啊，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师，我拍的哈尔滨的一类保护建筑基本都是他设计的。这疫情期间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进不去。这个周边啊都是保护建筑群，前面白色的呢，那是东北烈士纪念馆，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原中东铁路的那个工程师他家住的位置，也是陈赓大将原来的住所。再往右边呢转一圈，这面是我们著名的哈三中，它也是一个历史建筑。再往前还有一栋老建筑，这个我还不知道，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一看。那今天视频呢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，这个建筑真的非常漂亮。哈尔滨有好多美丽的建筑啊，大多数都被我们忽略掉了。